鹿港是文化古都，有真多有形甲无形的文化资产。为了行销鹿港，公所特别伫四月初一到四月三十号办理2020鹿港之水联谊比赛，邀请嘉义联谊的朋友做伙来将鹿港的人文风情、古迹建筑、民俗活动等等，透过镜头记录落来，呈现予更加侪人来欣赏。为了行销鹿港，公所将伫四月初一到四月三十号办理2020鹿港之水联谊比赛。镇长表示，鹿港小镇有真深的文化内涵，处处拢能看到无同时代历史痕迹。即个办理联谊展，就是希望予较侪人做伙来看到鹿港的人文风情、古迹建筑、民俗活动等等特色。啊，咱鹿港哦，古迹非常的多，爱当讲哦，安那翕就是安那水。公所哈，在4月1号。到30号啊，来受理啊一个摄影的比赛的一个哈摄影展啊，欢迎哈咱所有爱好朋友喜欢鹿港的好朋友啊，只要哈关于啊咱鹿港所有的在美食啦、古迹啦，啊是意匠哈啊在地方哈，会当讲相关的一些哈摄影的照片，拢会当来到咱公所哦来查询，到我们文化所啊，针对怎么报名，爱当讲哈来融入哈咱这比赛。哎，当把咱鹿港的之美能够呈现，予大家来做些观赏。2020鹿港之水联谊比赛，收件期间是4月初一到4月30号。只要是鹿港镇内人文风情、历史建筑、民俗活动、庙口文化等等，展现鹿港风怀地带，拢会当报名。欢迎嘉义联谊乡亲踊跃参与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鹿港采访报道。